哎呀，哎呀，不走行不行啊？我咬你！啥？你咬我？你连自己都咬我不起，还咬我？你撒开！世界这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娘哎！你真撒呀！哎呦我的妈！眼前的这位大爷，我要说你两句了啊！懂不懂规矩啊？啊？谁允许你这么切车的？你这车开龙机了吧？真的，我服了啊！我服了。我的天哪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说真的啊，我活了三十多年了，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火腿。长见识了，长见识了。这位大哥一看也不简单呐，自己动手做的这个打眼神器，轻轻松松就把这点活给干了。我说就这个工具，他申请个专利不过分吧？这不过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年头没两下的，你干工地都没人要啊。不过大哥，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？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开挂了吧？啊不，你这是后面长眼了吧？你看看，天下奇人异事多的是。那个，我冒昧的问一下子啊，阿姨，你包的是惠灵顿鱼排吗？真的，我感觉您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不行，咱下次直接包头猪进去算了。